回到 Hello 台湾，台湾地小人稠，非常多人会在住家加装这个气密窗。不过，如果你对气密窗还是停在以前，只求坚固不重美观的形象，恐怕要扭转一下了。因为呢，市面上已经出现了强调时尚跟功能兼具的气密窗，其中在功能上最特别的就是拥有独特性隐藏式的窗钩手把，而加上跟窗框同色系的设计，不仅是跳脱以往从窗框的冷硬质感，更加入了流线感，让整体的居家生活也更具有个人品味。而玛雅预言